今日人是被中国地下抗日组织暗杀，日海军英雄晋升为上海情报机关的负责人。田中，田中，对，就是田中。他不是刚放出来吗？田中身为特务机关长，战功卓著，老谋深算。当年淞沪会战，日本海军的轰炸向导就是田中。因为此次事件，他深受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赏识。但是面对后备小组吉川的时候，居然如此不堪一击，以至于被害，身陷囹圄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田中虽然老奸巨猾，但是偶尔有疏忽也正常的。我不觉得这个事情会这么简单，我怀疑他用的是苦肉计。我有种非常不好的感觉，可能更大的危险已经来临了。你觉得威胁是这个田中？对，我们可能在和一个非常狡猾的老混蛋在打交道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不好了，孙兆喜和甄殿荣他们被巡捕房抓走了。娇娇呢？娇娇也被吉川拿走了。什么？吴医生，没人吧？我们家掌柜的来看病来了。哎，吴医生，你怎么正事来这？日本人到处在通缉你，你现在很危险。我知道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。刚刚巡捕放送来的那两个受伤的人，是我们八路军兵工厂最优秀的工人，非常宝贵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，而且那个胶卷绝对不能落在敌人的手上。他们其中一个正在手术，手术室外有巡捕把守，想救人难啊。证据，我立刻把人还给你。好，我会拿出证据来的。秋草，轻轻伤，他的手下劝他就医，他就是不肯。哎，胡医生，能不能让他的症状更严重一些？这个不难，不过怎么才能夺回胶卷呢？如果他的症状更严重些，就有理由带他去 X 光室拍照。这个我刚才给他开了一些消炎药，早知道把这个给他就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英多美星，这种常用的非甾体消炎药，健康人服了后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会头痛，并伴有恶心、头晕等症状。这样我就可以以头部外伤为由让他去照 X 光。哎，大宝，你现在想办法把这个药给换了，可是小心点，别让他发现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去吧。
齐川先生，你的药。 已经把药吃了，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。你们快走吧，一会儿药效发作，季尚就会救了。我知道怎么做。啊不，如果是你说让他去照 X 光，事后追究起来，你脱不了关系。哎，他现在在病中，而且头晕脑胀的，估计他看不出来。掌柜的，让我来吧。不，你去 X 光室，我来对付季川。不行，季川他认识我们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。 没事的，我待会儿可以化妆成医生，再戴上口罩和眼镜，没有人能认出来。而且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他现在有病，头昏脑胀。你们都别争了，你们几都很危险，机场阴险狡诈，外露出破绽，一切都不好收拾了。不行，你们去开会。 人在呢，人在呢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头疼的厉害，浑身没劲儿。啊，你是不是有过外伤啊？是的。啊，确实有外伤，而且不轻了，就怕引起脑震荡。如果有，很容易留下后遗症的。这样吧，你呢去照个 X 光。 然后做个全身检查，好不好？啊，是不是太麻烦了？哎，不麻烦。我们升天市医院啊，有最先进的 X 光，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出结果了。啊，去吧。Hello。 你来干什么？啊，你是日本贵宾，院长吩咐我要好好的照顾你。游戏。No！哦，先生，不用脱衣服了，直接站在那儿就可以了啊。拍 X 光不脱衣服？哈哈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们升天市医院的 X 光啊是最先进的，哎，直接这样照就行了。再等等。 Breathe deeply. 怎么了？啊，这么晚才回来，躲到哪里去了？回来的路上，我突然头疼起来，我就去看了大夫。 做了 X 光检查，你头不头疼我不管，我关心的是让你追查的胶卷拿到了吧？您放心，我已经让人冲洗去了。这就好，只要有了它，我们就会知道枪械室在上海的所有秘密。报告，进来。季川少佐拿回来的胶卷已经冲洗出来了。 照片呢？
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胶卷已经全部曝光，底片上一片空白。什么？你刚才说，你说什么 X 光，是吗？一只。胶卷放在什么地方？一直贴在口袋里。你难道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吗 ？X 光除了铅不怕，所有东西都能照透的。我们精心策划的一切，全毁在你的手里。哎，季少军，季少军，哎，掌柜的，我带来一个好消息。哎，什么好消息？我见到强纳斯了。强纳斯说，如果日本人拿不出证据来，今天晚上他就会把真电容孙兆喜交给咱们。这的确是好消息。那我去准备了。喂，李兄弟。哦，森哥，有什么事儿？田中让我带个话给你，说自从他出狱后，一直没跟你见面。我想跟你叙叙旧。今天晚上十点半，天辰岛台。这么晚？那好，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其他人，你也不用带人了。就是老朋友叙叙旧。那好吧，晚上见。什么情况？田中通过杰森，要我今天晚上到天辰大舞台。这个时候请你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没什么奇怪的，这是个陷阱。最可怕的，就是不知道杰森在这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。毕竟，是田中把他救出来。田中能够通过杰森来找到我们，说明他早有准备。我是必须要去的，我去就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你们就趁机发报。我们必须在撤离之前完成发报这个任务。今天将是铭记史册的一天。大日本帝国海军的 F 级群六艘航空母舰、400多架飞机，已经逼近珍珠港，在这个时刻已经发起攻击。大日本帝国将浴火重生，从熊熊战火中冉冉升起，全世界都会注视着我们。大日本帝国万岁！天皇万岁！大日本帝国万岁！天皇万岁！大日本帝国万岁！天皇万岁！今晚将是一个重要时刻，上海租界这个号称建立在地狱上的天堂必将陷入一片混乱。我们一定要在大乱之前控制所有的重要人物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是要和路亚去逃亡吗？回答我，你是要和路亚去逃亡是吗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我妻子啊。我不是你的妻子。我们结了婚呢。我们是结了婚，
但那一切都是你的谎言。可我爱你是真的。是，你是对我好。在我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，你关心我，照顾我。但是你不应该骗我说陆雅已经死了。重阳，我知道你是被吉川欺骗了，所以才做的这一切。你醒醒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对不起，春子，我之前是被吉川骗了，我做了好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可是我爱你，和你在一起，和你结婚这件事情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春子，你知道我这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想你都要想疯了。尤其是你和陆雅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知道我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吗？春子，你告诉我，陆雅到底哪里比我好，值得你为了她弃我而去啊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们两个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你们是不同的人。对，我们是不同，我们不同就不同，但我比他更爱你。春子，为了你该做的我做了，不该做的事情我也做了，我图什么呀？还不是为了想好好跟你在一起。行了，朱重阳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陆牙的女人。放屁！你是我的女人。自从我爱上你那天开始，你就注定了是我的女人。只要我朱重阳还活着，就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身边夺走，谁都不能。就算是我死了，你要陪我一起死。你是我的女人，你是我的。你疯了吧你？你醒醒吧，我们两个不可能。我不能让你去送死啊！看我干嘛？知道吗？其实你挺好看的。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第一次听你夸我啊。在你眼里，我不一直是个小黄毛丫头吗？你现在不像平常那样莽莽撞撞的，还是挺有女人味的。女人味儿？要说女人味儿，秋章姐姐应该最有女人味儿的。哎呀，你又说到哪儿去了？不过也没办法呀，谁让我一参军就跟着你们钻山沟，我也顾不上自己是不是个女人了。可我现在还挺喜欢你这样子。什么意思啊？想对我好呀？早干嘛去了？这个给你。小婉，这次的行动很危险，你自己一定要放心吧，大宝哥会保护我的。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我们都要活着，等着胜利。嗯，小婉，你知道这只手镯是我吕家的祖传，也是我母亲送给她未来儿媳妇的礼物。
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属于你的。塑造的马步枪的样本非常好使，你拿着，有需要的时候就给我多杀几个鬼子。掌柜的，这枪我见你用过，确实好使，这次要能碰上鬼子，我先拿它开个荤。大宝，这次任务非常重要，它决定我们最后这场的成败，你们一定要格外小心。掌柜的放心，我和小婉保证完成任务。掌柜的，我有一种感觉。少给我提感觉，不一定准的。大宝，咱们特勤小组只剩下我们三个人，我要你们都活着回来，听懂吗？这是命令。是。难得你这次这么痛快的答应事啊！你心里想的什么？我不会把你的老本都背光了的。上车，准备出发。嗨，
对不起，吕先生，请交出你的武器。有必要吗？这是老大的吩咐，请别为难我们。吕先生，近来一切还好吧？好倒算不上，不过只能说日子还算可以吧。你真是太谦虚了。我虽然身陷囹圄，也知道吕先生在上海滩叱咤风云。你入主天蟾，成为新晋老大，设炸弹迷局，惊走小野，巧救枪械师，单刀赴会除十几。帮杰森夺回青帮龙头，闯校园救路牙，让吉川望河兴叹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不都是英雄所为吗？那只是江湖传闻。其实真正了不起的人，是你田中大佐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大佐，你太谦虚了。想当年，孤身潜伏上海，为山本大将、海军航空兵锁定目标，上任特务机关长，除间谍，保住帝国的战略意图，示弱吉川，躲狱中韬光养晦，避开海陆军纷争，你才是一代枭雄。吕先生，您说的这些才是江湖传言。好。两位，一位是战术专家，一位是海军英雄，旗鼓相当。今天能在天蟾共聚，难得。这儿好酒好菜，我们就青梅煮酒，边喝边聊。请。好。撤！外面队伍太多，我们撑不住了。明白了，快去吧。是。大宝哥，儿，我明白，多拖一会儿，给李团长他们多争取点时间。李先生好像是有备而来啊。田中大佐，你也胸有成竹啊。其实你我的处境一样，都是在压力之中，我们的目标总是困难重重，难以实现。我们的朋友并不忠实，我们的下级又野心勃勃，而上级给我们的支持总是虚无缥缈，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智慧、勇气和意志去生存。田中大佐，你今天感慨良多，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。可是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，下次改天我一定来聆听您的教诲。吕先生，不要急嘛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你不是要等一些人吗？这些人我帮你找，请放心，都会找到的。我保证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田中大佐，你这句话从何说起啊？来呀、啊！
这个叛徒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游戏，吕老弟，很抱歉，原来我今天晚上请你来，说好不带人的，只是叙叙旧，可是我食言了。这是我意料之中的，你一定会说我有违了信义，浪得虚名。说句心里话，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什么信义和虚名了，因为今日的上海滩已经不是过去的上海滩，今日的田中也不是往日的田中，今日的吕万才更不是当年的吕万才。当年如何，今日又怎么样？
当年的上海滩有的是横刀立马的英雄，而今日的上海滩全都是居心叵测的匪徒，无不尔虞我诈，全都是见利忘义。那你呢？我吗？我老了，黄泉路上我走了几回，大鬼小鬼我见了一堆，原来想和你慢慢的玩，可是吕老弟，这天下大事不允许我慢条斯理、故弄玄虚了，所以今天晚上这出戏唱到现在，我得叫你人头落地。田中大佐，你的宴席真是惊喜不断呢，让我大开眼界。大佐，你今天兴致这么高，如果活着出去，看来对你是大不敬了。周围有形迹可疑的人，该来的早晚要来，我们撤。对不起，让大家久等。大佐阁下，您请的客人已经到了。这是我们缴获的电台，在抓住他们的时候，还没来得及发报。先生，这你一定很感兴趣吧？这就是我们一直追踪的中共特一号线，近两年来上海最神秘的电台。第一次出现是在枪械师从巡捕房失踪两天后，发报时间长达30分钟。第二次出现是在一个月前，发报时间也近30分钟。这是第三次出现，可惜还没来得及发报。田中大佐，看来你真是用心良苦。作为大上海的主人，理应如此。殷勤周到是待客之道。我们要来的客人都到齐了吗？还有两位，但是，但是什么？都请来啊！哎，喂，怎么连尸体也带上来？好，对了，我说过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成了爱的祖国，我们毫无条件的深爱着你，我们神圣的中华大地。你高昂的额头，挺拔的身躯，养育了多少儿女，面对日寇铁蹄无情的践踏，山河都在哭泣。再一次奔赴前线，号角把我们召唤。再一次如月残烛，奔赴神圣的堡垒前，为你祭抗争吧，我们的中华大地，为自由战斗吧，英勇的中华儿女，民族的尊严在期待胜利，我们用壮烈的战斗来答复他心中的英雄。是在那祖国母亲正在召唤，心中的英雄和勇士在那祖国母亲正在召唤。我们所有人，中华的孩子们，铭记先辈教导，为了民族荣耀，不要怜惜自己与敌人。站起来，中华，从某一周你站起来，胜利在召唤，现在是战斗的时候了。站起来，中华，从某一周你站起来，胜利在召唤，现在是战斗的时候了。